这里是旧厂区，火炬塔在东北方向。来的兔崽子，你少解时间活动。 干嘛非得守着这破增压器？还不如我们充电。说是因这大笨熊黑了咱们的系统，现在全城的增压器都不让用了。那笨熊不是已经被抓了吗？再不让用，我就快没电了。那你就闭嘴，还能省电。 缺少地图数据，看来定位功能还没有恢复。呼叫老熊，老熊，我得立刻去火炬塔。
哎呀妈呀，是雷哥！这小子，熊叔被抓那事儿啊，已经传开了。你背着个这个大家伙，是去救他去吧？哼，你小子消息还是这么灵通，我要去火炬塔，这条最快的路。嘿嘿，明兔不说暗话，火炬塔外啊有个排风口，借风力上去最快了。这通讯仪。 是熊叔的杰作，哎，雷哥，你借我瞅瞅呗。给他标好了，我亲自抄录的地图，只送不卖。谢雷哥上司救我一命。这通讯仪的定位功能，老熊没少问你吧？雷哥一眼就瞅出来我跟熊叔的小秘密了。其实啊，铁狗的终端机也被组织给拿下了。 大力神，大力神！一瓶下肚，整夜精神，保你一口气能上火炬塔。只要10卢比，附赠绝密新闻。小雷，我来一瓶。比起大力神，你的八卦消息更出名。我还有事。群众进区，禁止闯入。
那个黑面中断记者家伙不是已经被抓了，老大怎么还让我们守着这儿？他们这是有组织犯罪，有组织的。上次差点把变形钻都给偷走了，哼！钻头现在可被严密的守着，如明过去就是找死。没了钻头，那帮家伙绝不可能登上火炬塔。先得弄到变形钻，才能上火炬塔。 大力神就是掺了水的胡萝卜汁儿，我一个卖假药的哪敢藏什么军械呀？找军械，我这儿有。捡回一条老命，这年头军械的生意做不得了。老王，哪里能找到变形钻？ 小声点儿，那玩意儿可是了不得的东西。组织之前派武师傅去铁狗那儿抢过，怎么，你也想找变形钻？嗯，没错。哎呀，肯定被厉害的铁狗守着呢，你去找武师傅打听打听，他准知道。从我房间左侧的暗门下去，就是武师傅他们的落脚点。谢了。武师傅也真是不服老啊。 得亏我的大力神呐！你也来一瓶补补，你救了我不收钱的。
吴师傅，宝刀不老啊！原来是小雷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我是为变形钻来的，听说吴师傅知道他的下落。原来如此。老兄被抓了，我必须要拿到变形钻才能上火炬塔，不管多危险，我都要救他出来。难怪了，你连当年的机甲铁拳都背起来了。嗯，组织曾劫过那钻头，最终失败而归。如今铁狗严加防范，贸然前去无异于送死。你远离是非多年，如今身手如何还未可知。里间有几个机械傀儡，先去热热身，我先教你个一招半式。不错，仍有当年王牌机师的风采。你这机械拳潜力无穷，我这招蓄力重拳正适合你。这招只是小技，铁拳毕竟是机械，想增强它，终究还是得借用军团的机械之力。若你能找到数据磁盘，便能学到更多招式。磁盘？适才我也是听那铁狗所说，他们的区域首领极恶也在下城区，他身上就有磁盘。吴师傅，时间紧迫，等我先救了老熊再去拿磁盘吧。小雷，并非我小瞧你，以你现在的力量，断无独自深入军团的可能。唯有先除去饥饿，证明你的实力，我才可放心告诉你钻头的下落。好吧，我这就去找饥饿，拿到磁盘。方才我教你的蓄力重拳，除了制敌，还能砸开城区里铁狗所设的隔离门，你应该很快就能找到饥饿。